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继续玩面点师天天啊，对面三个鸣人，我看他怎么虐他们啊。我的擀面杖已经准备好了啊，一半下去没砸到，哦，被对方顶了回来，踹回来，没事，哎，躲过对方螺旋丸，对方招出了个贝壳，我招出个气旋把他吸住，吸住之后我被顶回了，然后落地之后他替身打我，哦，好痛啊。还要落地，哇，又被拉起来了，一个螺旋丸吃了个螺旋，一个大招又被弹飞了，哎呀我去，哎，终于落地保护了，但对方跑了，哎哇塞，这么大个螺旋把我踢开没事，锤他，戳他，哎，锤到他替身了吧，然后招个圆魔控制住，没控制住他，好，对方，哦，对方要开大招，没事，我可以跑，替身跑了，好，然后招个气旋把他控制住，好了，剩下就看我的技术能不能一套秒他。一二三，看见没，一下擀面杖，然后这个是铁棍，然后再来刷这个天天的普攻，就这样，哎，撒面粉，然后再一个大招，哦，我的天啊，大招就是全部的那个是吧，厨房用具跑出来，然后把它做成月饼，好，对方进入了一个，呜呼，居然被我阔鱼砸死了，其实我就想补个血而已，没想到他这么不精打，直接被我的阔鱼砸死了，要多给我补点血就好了。好，对方是鸣人，极昏鸣人，对方是多么喜欢鸣人，哦，同时开了个气旋，但是我被吸住了，哎呀这家伙傻不傻，居然开螺旋丸被我吸住了，没办法，再插他一串两半，一个一技能啊，这个一技能有那个能把它啊近视野的功能是吧，来一二技能回敲，看你没这个办法打得多棒啊，看我的武功，我一块不破，哦，对方跑了一个大招，这大招上空了，对方躲过了，没事，我们准备招个气旋，哦，他还把我控制，我也被吸住了，啊，他的螺旋丸居然放错边了啊，然后一个二技能把他打住，现在他没有替身，嗯，直接被我撒了一包面粉给打死了啊，这个一技能就是撒面粉。我们看一下第三回合，对方是一尾鸣人，我直接敲过去，没办法啊，哦，被他砸起来了，还有气旋把他控制住了一下，要不然我这很危险，我现在基本要挂了。被他一挠挠死了啊，不怕，我的右来替他报仇，替天天报仇，起手二技能，我看他跑不跑得掉，哦，没跑，准备一二三变成功了，但是我也放了一技能，好，双方都是霸铁，他拉不住我的，哦，被铲了一下，这个也是个铲死官，回手二技能，我看你替不替身，哎呀居然落地保护，没事，先让他虐了一下啊，不急不痛不痒的啊，不怕不怕，这个小家伙打不死我的，你看见没，落地保护了吧，好，对方替身，好，有机会一个一技能起飞，没有一个还手就是一个大招，他想用蛤蟆控我，太天真了，好，落地保护，赶紧跑，开启二技能，哎，他不敢过来，他就是不敢过来，开启霸体走过来，砰一下没喷到，哎，等等，哎，居然自己冲上去被我喷到啊，然后替身，然后我也替身，回手反身二技能，好，他的二技能被抓到我，赶紧跑，回手掏，成功解决，什么一尾鸣人，不过如此。